应该是差不多东西哦。你就拿到那个 earring 了，你只能用。那个是。拿 ring。啊，好啊，你们。我拿到那个口吗？到底哪样都是那神妈的神妹的？这些啥子？爸爸爸，这里没有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出来了。那个，这块死完，好玩。现在我要低伏他。啊，看 Annie 啊。好啊。那你打算直接打死他，还是要把他出去？对，迷你。哦。啰一张秒，你是前身 L 装还是艾莎？我以真快。我那时候打，要打了呀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俺曹操不是不要打。哎，我们妈的！我走，我走。这个有没有讲特定的兵？然后，我到了。他有没有讲特定的兵？然后会出那个的。我欠你，哦，这里。你去那个修的房间啊！不要这样啦 ！What the fuck？ 哎，我下来的。房房间是要离那个两个球的房房间。我不会讲嘛，我在打着球，那个破子撞我，我就跑掉了。这还不是房间吗？喂，哎，你是哪个球？你是坑爹之王。我，你是坑爹之王。好说嘛。你什么球？我也是一个球哥的。丢到哪里？你跑太快了啦！我做了一个人的 dash 呗。我一直鬼头发的。对呀、啊。他的 dash 特别快。好像快的吗？这个小萝莉看不到。哦，谁中了？谁中了？谁中了？有 damage。我不知道是高飞的关系啊。还是，哎，赶紧，要把那个，我不想直接打爆他，对。
可以。你是橘子是个坑爹子。可以吃这是那个坑爹。橘子是坑爹。这么跑江湾。刚刚也是那个满地，哎，所以有兵仔全部打死就对了。你那必须。哎，我的弟弟他，之前那个年纪不大。啊，接力点！哦，都要打包完啦。OK。好。哎，太快了。是。阿天，我跟你一人踢一个啦。我们两个踢很快，好。这样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去那边防护栏。对对对。我刚才。嘿，一边跳一边踢。真的、啊？真的？不然呢？一边跳一边打起来。哎呦！哎，还有一个。哇，大反攻过了，什么？别怕别怕，我速度很快，凶哦！小弟速度快，标准就行了。我多快也没事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踢球赔了。如果是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另外一个。喂，你怎么这么多可以玩？炸了包子。哦，我要去定他。我去定他还是我？我、哦、要过去他那边了。哦，我都没接这个，我有一次不用拉的。这次我希望我中马丁，我要练习。哦，你。我还是不给地尾班长，太困难了。你挂完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没要水。过来就可以了，不要管那水。没有可能，刚刚我没有在他尾巴中。你中了，对，没办法。我说不要给他烧烧，是吧？你又去他尾巴了，又去他尾巴了，一点不能。真的是他？喂，干嘛？五点吗？你给我走两点。
你给我走掉先吧。哪里？打这个线吧。OK。哎，我直接打了，你勇敢。我打不掉，谁能帮我？你中了两个马丁，两个马丁，可是你头上没有啊，怎么？对啊，还好还好，我快逃出阿拉，雨衣现在你很安全，雨衣很安全啊。我就奇怪，我怎么你在我身上那边跑来跑去？因为我不懂两个，我就奇怪，哎，你看他熬了，就是乱跑。哇，这个感觉要学东西都不去玩，好多东西对啊。熬了就跑就对了，不要怀疑。你熬了去跑，我又相信了熬了。哦，差点我给你打不到他。No！ 没有没有，我要跑，我只是差一点点就跑，我没有打到，我差一点点跑死了。跳！我去打。如果你这样呆，如果你要这样子坑我。给哎哎，转方向。我可以飞起来，你放心。你不是那个黑色有再不能打没？啊？看到。这个只有一个人可以带一个盒子，那如果八个人就有八个了。第四关，那不是第三关吗？哦，说的第三关，第三关的第二，差不多。我要替你们讲一下 TBS 是什么意思。打吧，就打吧。哎呦，有 skill 开 skill 了。哇，不是。我那掉他尾巴去了，不是。哇，他不是，他不是还有两把枪吗？怎么？他一下子 FT 给他来。啊？我不懂，他要死的时候我去掉他尾巴去。哎，我手拉到最后，看一下，连这个坑爹的鬼魂。别死了。坑爹的鬼魂。我已经套套了。全部没金色啊，没关系，高吧，好吗？还好不行。哇哇，那个幽灵好了。我要那个吉他啊，抓狂了。呵呵，我还欠一个半小时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我，你还要买一个。